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被限制住呢？为什么被内裤限制住？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。等你数到心，我还在流浪，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，随身的照片里你微笑的模样。我也要懂他的秘密。那时候他在公司啊，他那时候才18岁，天哪，这是50年前的事情嘛，18岁。哦，没有，十年前，乱讲老师。那时候他没有房子住，公司让他住，而且他住宪哥的办公室，睡在地上，那用睡袋，就是那流浪汉这样子，很困难。然后他睡公司呢？睡公司有个问题，衣服送不是衣服可以送，聊到那么细吗？一定要聊到那么细节吗？杰伦为什么有一阵子不穿内裤的原因，好不好？哦、你要讲内裤不能送洗啊，内裤不能送洗啊，多丢脸！他根本就不穿了，你很舒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要被限制住呢？为什么要被内裤限制住？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在这里逃跑，乡间的歌谣，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刮风这天，我试过握着你手。才能在你身边，等到放晴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什么这样子，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，我拉不住你，他的手应该比我更暖，贴合的许变成了好像听不进那个世界，说你的情绪。所以是不是好像快要有演唱会了？哎、欸，快要了，快要了，12月就有机会看到了。之后新歌不会再让我们等太久了吧？6年？哦，新歌应该不会。新歌我希望明年，好不好？我不信，不相信啊、哦，不相信，很多人都不相信啊、欸。好，你说的、哦，我自己也很难相信。怎么看不见那时的下雨天？我好像在另一边，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好像在问。